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么今天带来这一部影片是我 S6 第一场排位赛。那当然这一天是元旦了，不过我想一下，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跨年。那我个人是留在军中留守啊，烦死。我很庆幸的是终于过完元旦那一天，我就是今年退伍了啊。那什么时候退伍呢？你就自己，反正就是下一年的365天其中一天啦、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来用警打野波，因为毕竟在 A 牌来讲，警有时候还是会被 ban 掉。那我们这边都没人打野，我就用警来打野吧。其实应该蛮少人会看到我用警。那我玩勇其实比较多，这边想偷我的红啊，兄弟！哇，有人在偷红啊！哇，这一波这个红，对方真的是偷得很漂亮，而且还不是打野偷的，只是一只野兔子啊。一只野兔子偷的、啊，那我的队友呢？感觉想打，所以就刚把就靠过去想要跟他们打，那导致呢我没有办法输出到半丁点了，然后我的野怪也没有吃好，那有点耽误到我的发育时间了。毕竟这种射手打野呢，最好还是发育还是要快一点，而且我身边也没有辅助在跟哦。好，这边的话看到对方兔子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多少 poke 一下、啊、偷我的野怪啊。这边还是不能打，我选择拉掉，在中路那边貂蝉被对方的那个谁啊，对方的刀锋再加上刚刚他们是谁杀了他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的 whenever。 反正呢我们这边这条魔龙一看到已经视野在上路，我们马路是一个人坚守啊，两个人啊，一个人守着三个人啊，去那边捣乱了、啊、我觉得真的这个视野做足了。那我这边想要来偷他的蓝 buff， 看到中路一只，他这边距离有点没抓好，不小心把蓝 buff 给带出去了。那我们的哥德又有点推到，那这边看到爱丽丝过来啊，这真的是想反也反一波，但是却被对方这样胡搞瞎搞。那我这边往这边滚，这边好像滚错了，没关系，我这边稍微扭一下，直接滚到草丛里。本来想要找视野，但是对方拉兹跟我这个情同意合、哦，那他也滚到草丛。不过还好他没有给我致命的一击。那我这边就选择先拉掉，放生一下队友。我们队友血量都是满满的，所以刀锋过来其实也不用太害怕。但是我刚刚的血量有点被打的有点残，因为其实我很少不太常玩警，说真的。所以警我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教学点可以教给大家，那你们就啊当这个轻松嘛，好不好 ？Just fine。那你说，哎、欸，陈浩，你这东西没很熟，你敢拿来打排位、哦、？Why not？ 好不好？好了，开玩笑。基本上啊，你这打野啊，角色不要太没有熟练度。基本上，我个人是认为，并没有绝对的。就像我 Zenya 我也敢拿来打野，沃玛我也敢拿来打野啊。我觉得打不打野的是用什么角色打野，是只有大众观点来讲适不适合。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在操作者。那但我对于警这角色并没有说像比如说勇啊那么的熟悉，如果让我玩勇打野的话，可能啊我玩的就可以更顺手一点。但是想说很久没有录警的影片，那又有说提议说，哎，陈浩可不可以录个警？那我这边看到对方的拉兹，我身上有红哦。我这边是稍微的持续的 poke， 他血量很残的。这边还有一个爱丽丝，我再往左边、右边滚一下，没有看到对方刀锋位置。那魔龙也出了，这时候刀锋亦步亦趋，缓缓的走过来。这边的话，我想要先来尝试一下拿这个古龙，就发现哎呀，对方的辅助位也进草丛了。那我们这边稍微试一下，打一下古龙，逼刀锋出来抢。这边稍微扭一下对方的位置，被我们貂蝉抓到，然后再加上鱼人的大招推的是不错。不过，哇哦，塔拉从旁边杀出来哦，他直接拿了这一个，这个 buff 哦。那可以看到兔子呢从中间跑过来，我直接往草丛这里，我觉得他就在这里哦，因为我很近距离被他丢到二技能，所以我并没有被缓的不要不要的，我马上就被解控了。那我的队友呢马上陆陆续续跟上。这一波呢，看一下我们持续的在比较远的地方做一个 poke 二技能晕眩，这不是晕眩，是缓速。哇，这一个爱丽丝丢了，这一个有点痛，不过还好鱼人帮我叠了一个护盾，挡了一波塔杀，这个塔的伤害。往草丛里面滚呢，尽量的多 poke 一下这一座防御塔。那持续的 poke， 因为我们队友都到了，那不 poke 白不 poke， 我们就把这个塔给点掉。
那这可以看到对方的拉兹血量并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持续的再稍微点塔一下，毕竟这是一个推塔游戏。看到对方人一复活呢，我们就直接往这个魔王这边靠过来，但是我队友也没靠过来，我靠拉兹过来了，我怕后面跟着一只这个野兔子，所以我就不去打魔王，我反而呢就把自家野怪给清一清了，因为拿到红 buff 的锦呢，其实威力是相当了得的。好，我们这边把野怪都给清清之后，看到下路有一波兵线，这一只吃完再去吃那波兵线，看到对方的兔宝宝，他跟我互殴呢，其实是不太会赢的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先把鞋子出出来，而且是出这种可以防控的，可以看到刀锋的位置已经被我们的人给抓到了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就想来吃这只魔龙，但是后面还有两只角色有点烦了。我这边直接往前进，那这兔子直接被我打掉三分之一血，我持续对他做普攻，这边一个翻滚之后。OK， 搭配我们哥的收掉对方的兔宝宝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回头来打这魔龙，就发现刀锋这个攻后多时，直接杀过来，我直接往后拉，我这边做一个翻滚，一技能打掉刀锋半条血，哥的直接往前上，我这边再往前滚，最后一个大招 ，biao， 还没死啊，搭配哥的这个恐怖礼炮，哥的这个礼炮也是有点尴尬啊，尴尬的恐怖啊。好，那这下路呢已经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的都更计划，这边还有一只爱丽丝，我身上有红别走，但是这哥特的技能被小兵挡住了，不然的话可能可以很顺利的再往前进收到爱丽丝，因为他那个距离其实是可以刚好打到爱丽丝的。那我们先把下路野怪给吃一吃之后，往中路这边来前进，尽量看能不能推掉中路这一座塔，替队友呢多挣点钱。这边看到拉兹稍微往后拉，进草丛找视野，不要被爱丽丝给蹲到。那既然中路这波被爱丽丝清掉，我们就来拿一下对方的野怪。往上靠呢，往古龙这边前进。那对方的兔宝宝在那边哦，我想说先拿掉这个古龙之后，我们再往前去做一波塔杀。可以看到对方刀锋也准备靠过来，我这边看到我们的鱼人已经开大。那我这时候想法跟我队友有点背道而驰，我是想要推兵线，但是我队友在后面打了起来，我马上赶过来支援，一个翻滚之后先 poke 一下对方的拉兹，有点痛，不过刀锋直接刷起来，我们大家血量都很残，可能会被他直接刷的一个蹦下卡拉卡，这边的话有点危险，哥的再死的话我就一定会死，我直接义无反顾的来推一下这一座塔。 OK 啊，这小兵帮我推掉了，这波其实是有点亏的，比起来还是有点亏，因为我们掉人头太多，又让刀锋拿到三连杀，算是推了一座塔，不过对于我们前期感觉比较有优势的情况下，是稍微的还是亏了这么一点，因为让对方刀锋有能力去把这个拉锯给刷回来，因为他一次就拿了一个 triple kill。 那这枚红 buff 有点难受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稍微的尽量不要太出去哦，等待队友一一复活，我们队友能在中路直接集结一波准备靠过来，这边塔拉突然杀出来哦，我这个大招打下去有点不太输出，也不太够，不过再搭配我们后续赶上来的队友，这边还有一只拉兹，拉兹用大招逃跑了，我这边被爱丽丝再将拉兹的双重 combo 给打到，最后对方兔兔跑出来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算了，所以我想出来吃魔龙哦，虽然对方血量很残啊，但是不要冒险，我个人是走这保险派的，保守派的，如果我去做这个基金投资的这个风向这个风险评估哦，我是那种很保守的，应该是这样啊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买基金的时候你会先做一个风险评估哦。好，这边的话看我队友在吃他的蓝 buff 哦，那我就先来把红 buff 拿一下。那稍微往前看一下，我们队友在那边好像很 carry 哦。对方的鱼人不是，是我方的鱼人开始大招，我真的赶快赶过来。我们这边没有人阵亡，但对方兔宝宝直接嗝屁。这边抓到对方拉兹吗？没有，不过我这边在往前翻滚有点痛，这个暴击都是打1000多的，是直接三位数起跳啊，不对，是四位数啊。看到刀锋在上路呢，要去抓那马洛斯，我们一群人在中路推塔，他们既然不想守塔，那我们呢就直接来推塔。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兵线，那我还没有打算去救马洛斯，哥德过去救他，但是我觉得塔要先推掉。这边一个大招收掉对方的爱丽丝之后，发现哇，这个塔还没有崩哦，我这边赶快往上靠，看一下能不能收一下，帮忙收。这边一个翻滚之后，直接带掉对方的刀锋宝贝。那我们的马洛斯呢，刚在上路呢是光荣牺牲的。这边的话上塔持续的推哦，尽量就是推塔，毕竟这游戏就是一个推塔游戏啊。那这边只剩下两只在手，我直接来中路把中塔给点掉之后，往上塔做一个位移哦。那我们这边，我这个兔子血量很残，直接一个大招再次收掉它。那这个防御塔呢，只剩下一点点血，我还是先打掉再说。这边看到对方的塔拉，不过我现在装备很痛哦，看到刀锋宝贝稍微往后拉，
哇，愚人这个血量可能会被刀锋刷起被动，不过还好我们貂蝉的冰雕斩开的有点急，开的实在太及时了。这边塔拉直接想过来弄我，那刀锋准备进场了，果然刷过来，往后拉，跟他拉，保持位置。这边直接普攻，慢慢点，慢慢带，收掉对方人头之后呢，可以砸这座防御塔。不过哇，有点可惜的是，大家血量都很惨，那只好等待下一波兵线。那这边他们只复活一只兔宝宝，基本上是守不住啊。那本场。这一季的第一场排位赛呢，就由我在玩景打野的情况下收的一干二净，成功的拿下此局哦，打了一个还算是完美比赛，就是没有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对我景有什么看法，我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毕竟我景真的不是说我有睡哦。我跟你讲，这大象这个造型我真的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以后可能会常常看我用大象影片。我本来就很喜欢用大象，但是还有其他更需要我去使用的角色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